原振动筛是一种多层数高产量的矿用筛分设备，型号众多，根据使用的现场和产量需求来选择合适的设备。原振动筛一般采用的是干式筛分，结合物料颗粒形状和力度组成决定网孔尺寸大小。矿石砂料在筛面上移动速度慢，会导致筛面上积矿后压矿严重。而在实际使用中原振筛的角度可以在15度到35度之间调整，提高了物料在筛面上的运行速度，减少积料现象的发生，并且能在筛面上做好的完成松散分层和筛分的作用，处理能力大幅度增加。